看看新闻网。日前，大小姑婆吴君如做客台湾某八卦周刊的餐桌访谈节目，当谈及她与丈夫陈可辛的爱情长跑16年，主持人突然提起了传闻中的第三者。面对提问，吴君如显得自信满满。之前咧，嗰个咧，真系确知然系佢朋友嚟嘅，但系女朋友，女性嘅朋友最好啦，因为最好，唔系。嗱，呢個咧，我其實咧，我係唔可以三言兩語喺度同你講。雖然對於小三的問題，吳君如自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得清楚的，但是對於如何做好陳太太，她倒是有一套自己的心得。我一啲都唔會管就係同我新交嘅朋友去怎樣去鋪排佢嘅事。